What?任何的碰过，我想下路这里有一点点的机会，后面 TP 还要来，真的是四人的一个夹击，不过有个灯笼丢在旁边，准备闪现要拉走，厄萨斯顺序的抓，直接抓到了科拉拉，科拉没有闪现被留住，反正的回勾也只是偷缓一点点，而且可以感觉一下，其实妹的这里的双人线，因为前面那个杀击杀舒服了很多，这里本来 Breeze 是被压着打，那现在其实慢慢开始吃，哇，这里 Fogo 被抓到了，哇，这一个位置应该是被闪潮给留住了， Fogo 连闪现都交不出来就直接倒下，那风龙攻守让人尴尬了，因为 CD 其实是策划了所有的视野跟整个兵线都推进去，然后准备来吃掉风龙，没想到可爱的 Fogo 越致命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是应该闪潮直接留住，这种闪潮是真的可怕。就是你也还不知道他真的会这样玩，所以做一些小小的消耗。有 Rock 这里，我车神来了，车神来了吗？右边露出来，看着你，看着 Fofo， 你心里发寒，过来吐了口痰，但好像没有太多的效果。自己被锁链给牵到，包括囧这一炸翻，逼住了 Rock 的闪现。不过这个画面其实跟上一个龙有点像哦，这个在 Fofo 的位置也是有可能被单抓的。右边空域已经来到了小红石这边，再看，准备要往前一个冰火这边挂上之后，过去直接拿到了龙。而且为什么两个龙的图示右边位置直接开战，克里斯塔直接被逼住之后，空月在前面已经压住了瑞斯的位置，后面冰块拉出小团进场的时候，是 UNI 的嘲讽嘲到了三个人，这个嘲讽哇让 JT 是有点灰飞烟灭了，瑞斯已经倒下， MATE 继续的一个追击，空月往前一批劈出了哈娜，搭配冷冽重击缓速之后，哈娜中单冲击往前继续冲刺，有机会拉掉吗？还在继续追击的 MATE 往前再一个滑拉个灯笼，酒桶应该可以顺利逃走。不过这一波又是对于现在对于真的 JT 来说，哎来了，这画面我看过。这次的撞往前阻挡了去路，后面坦克姐姐坐车过来，这一波包抄是 MATE 的开车，泡泡熊这一炸，哈娜直接将厄萨斯给炸走，左边位置加六再次的进场是逼出了闪现，后面三被留住，由坦克姐救回，再将闪现拉掉。这一波这一定是有机会继续反打，命换撞到的是塞恩，塞恩只有物防，瞬间被克里斯塔撕扯给扯掉，剩下尸体的一个 Rock 被五个人给玩弄，哇，这个塞恩无法阻止 Fogo 的点塔的，我觉得现在想抓到了小 V 交治愈，但还是没有脱离，幸好有个灯笼，再一次 Koala 的灯笼，哇，每次哇他没有这个技能，可能现在已经8-1了。右边位置是抓 Rez 的，直接把球都给打掉 ，Rez 也交闪现过墙，现在是 MATE 的抓人秀。而 Rez 的这边交出技能之后，还想调皮，空月过去之后发现不太对，自己可能要被爆烧，开了一个大绝，见过面之后赶紧逃跑，酒桶再一次的大绝保护，直接丢到对面之后，空月直接从双十劈过来，要砍哈娜，哈娜交出闪现，左边位置 Fogo 在等一个机会，加六准备进场。这个伤害看起来没有很高，不过后续还是进场成功，加克里斯塔给收掉后 ，UNI BOY 再次左边位置抓到了勒布朗，烽火没有太多输出的空间，还被闪现过来的 Breeze 给直接点掉，剩下 Rate 一个人要赶紧走，一起上兄弟，我们一起 go 吧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波，Rate 这里是调皮的，一开始被抓，后面是调皮了一下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这里。他想反打，可能沟通上还想打吧，感觉跟队友的沟通是可以包回来反身，但最后抓到这个灯笼，但是空月这里的这一波操作，首先是一个过墙，然后这一波把九龙拉回来，闪现在加流进场，哇，哎、这一个才是最可怕的、啊，到底是什么情况、啊？伤害全部打出来，厄萨斯到底是砍了没有？他这一个伤害是有点恐怖，很像没有nerf，很像 buff 啊，好像无敌一样啊，明明是 nerf 怎么打得像 buff 一样啊？现在是不断的，刚刚分析来说，这个 CEO 来说，第二老师说这个空月最近表。水准下滑，但我最近看起来，哇，他这场水准之高啊！他看到人就劈啊 ，Koala 直接劈出了一个惊人起来，瞬间虽然有哈娜包括九种稍微保护一下，不过加里欧的一个征战风暴，这个吹风里面果然是有点东西，很痛的、啊，有点东西。对，后面想吃个红的一个小 V 也没办法，只能眼看着空月拿着，而空月拿到红包斧之后，反身看到小 V 小欧这边跟他对打，这是一个一打三，空月往前想要硬拉把。直接拉回来了，小 V 也跑不掉，杀了人之后，空月要走，现在躲掉又走位，拉掉这个兄弟杀，左边位置再抓，风火在左边看，反而成为了 UNI BOY 的食物，风火赶紧两次的一个位移走掉。
冲刀，这还能玩吗？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他现在是很恐怖，他是进来就劈人，看到人就砍哎！哇，这个红 buff 真的是这个叫什么？命中注定啊，什么东西都是他的、啊。对，然后开大最凶，他明明知道后面两个人，他不管，开大硬砍 ，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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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 就是要斩死你，杀了再走掉。而且对面看到乌尔加勒之后，稍微再扭一下，哇，还扭掉乌尔加勒大绝，然后再躲避勒布朗的追杀。然后勒布朗反而是被后续是直接拉了出来，看起来导演是都还没好，身上应该也没有粉，也选择开战。我准备往前，戴安直接撞到乌尔加德，被留住，反身的一勾飞机想要尝试救乌尔加德，还要后空翻，让戴安来到了左边方向，想要跑走，不过被毒蛇给舔了一个晕眩之后，爆破中这一下炸的还不错，将梅汀的后排给炸开之后，瑞泽赶紧继续跑，不过左边位置又是空月，整边一打五跟乌尔跟。加里欧又是一个搭配，这些人员全员四散。下下，对这个一技能被调整过后之后，其实好像就是大概四五秒一次。再出了黑切之后，其实是更恐怖的、哦。这在后期其实是非常非常强。在昨天其实飞机也跟我聊到，扫下，哎呦呦呦，再度上来，名副其实挂到口花拉，反是有危险的，想要尝试打，可以先把二杀的吞了回来之后再往前。这时候他是开始大卷往前，目标就是小 B， 小 B 有机会操作命换撞了一下往前要打。加里欧这时候进场，准备争奇，准备争奇，而且口花拉也被自己，虽然这一勾留住 Rock， 不过 Rock 继续往前，幸好这雷西口花拉这边有个洞口救出了 Rest， 让整体这些人可以拉到很好的位置呢。没听，要么在这个时间继续开战，要么在接下来团战还是要选择真的是以先处理前排为主的打法。哦，这里的威风哇，还想走回来，这边空月应该是不给对面面子，不会有个坦肯奇啊。这时候开启了巴龙，已经是完全处理掉了巴龙的视野，不过赎罪神士已经照了下来，这个吃的速度其实很快，空月选择上来继续拼。巴龙不吃了 ，Mating 选择往前逼，这时候又逼到了后排，自己套的伤害很痛，三准备冲进来，可是伤害第三的 Q 三没有办法，二杀是敲不出来，反正命快敲一下，空月被留了回来，幸好加里欧保护，可是伤害好像不太够，天使甲被打出来，不过后面是想要打后排的勒布朗跟酒桶都已经被希尔给收掉了，这波有三人继续躺着伤害，来到了中路的高地塔继续的进攻，坦克尼坐射过来，想要尝试的留人。巴龙是已经拿在手上了，这波可以直接推进了。沃加勒被留住，这波伤害很大，兵不血丁又是直接挂上右边的位置。现在这里已经稍微留住之后，这一个 Uni Boy 的嘲讽是嘲到了一个 Koala， 后续再赶紧用一技能逃走。前面的双十这个双塔前的对决 ，Mating 的人员是选择先骗了一张，之后没有被秒杀，然后小 V 躲掉关键的闪逃、啊。这里这个 Mate 有点神奇耶、欸。这里本来是要拉出去，然后后面、哦、他们是回去去吃巴龙啊，被西维尔点掉了，被抓到了，被抓包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发现这次哈娜好像有点过。哇，下路的一个推进，搭配是两个地龙，三开荣耀头盔往前进到了下路的高地，这一个算是爆破的伤害，直接打了下路的塔爆裂。哇，这一个爆裂之后，瑞德在前面可能要被留住了。一个杜兰特石像加瑞德给留住，前面有个灯笼，他们就拉到被虚弱吓了起来，幸好灯笼拉掉，而且爆破熊这一炸是把梅尼给炸散之后往前进场的 Fofo， 可惜伤害并没有打到下路的水晶兵影已经要掉落了，往前继续劈空月留住了瑞德，瑞德赶紧是一个治愈加起来往后往，不过被明珠前列给挂上了，在左边位置被拉了回来，有个灯笼拉，有没有机会拉到了塔后？下有机会汽车的空月这时候进来直接开大砍掉一座塔，再有坦克已经救了回来。这时瑟雷西开了大绝，稍微保护一下自己的塔，不过靠小兵的一个力量就成功将这个塔给拆掉。因为这时候在前面的位置躺住了对面的命运呼唤之后，反正想要打虽然被左边留住，不过有赎罪神这一回血，这时候三直接冲进来，又是将波波给打了残血。波波最后是在自己前面被西维尔的 Q 技能给收掉，剩下最近的三名成员应该是没办法去阻止 Mating 拿下这一场比赛。这个 Mating 的渣男真有一点恐怖，我们恭喜 Mating 1-0拿下第一场比赛。最擅长的阵容玩得最好，不愧是 Mating 本色 ，man 角流 ，man 角流最 man 的那一种。哇，这一波的这个风向突然，因为前面的这个巴龙的僵持战其实是比我们想象来得久的，但是一拿到巴龙之后的 Mating 瞬间就将比赛给结束掉了。哇，我只能说这场空月是跟开无双一样啊。对，他就一直逼，就是没有后退，在双塔前也开大无限。闪现啊，乱按一通，然后开始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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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啊，对方砍的不要不要的，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真的是可怕，然后这场他跟加流的搭配，还有 Rock 的搭配，基本上你没有感觉到，这场的 Breeze 跟 K 有点隐薄吗？就看这个空月跟他张松也在玩，对他们这一个赛恩开战，赛恩的这个刚刚舅舅老师也提到，他 CS 其实有差，等级也有落后，但他完全打出的是好像是赢线的那种感觉，是就该做的都有做到，跟团 CC 伤害完全 OK， 哇，我觉得 JT 这里，感觉小团。